然后走往那个一开始的地哎，这方个走。圈怎么这么大？不不要往，行。那谁紫色错边？这是干嘛？那边是买东西的地方。你现在只剩下几秒钟而你为赶什么我快，看？你赶为快什么往这看边到？走，这里这里为这什里，么我看到有两个 Tina？这里这里这里下面下哎，不行，我卡住这里这了，里。我卡住了，我回不去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哇。哇，最不该回来已经回来了。为什么我看到有两个 Tina？求解。他刚刚断线又进来，我来播歌，放歌放歌。我看到他用分身呢，我看到两个超猛的。放音卡在洞里了，我现在是坐这状态，可是16、15、14，完全回不去了，完全不能动。哎、欸，我至少会赢艾琳呢，不拿，你会赢，不因为是、我钓到一条鱼，就是这样，不是网速不够的问题，不是这个。我很难过。你看，有两个 Tina。哎、欸、我哎，哎、欸，67公斤，哎、欸，哇，Tina，终于回来，大失败，而等一且下你你有们两两个个开外 Tina，挂、你为什么有两个开外挂、欸？哎 两个啊，我看 Tina 就有一个啊，我看 Tina 就一个，我进来看到有两个，还看到是两我可以一个啊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的实况台是一个，哎、欸，我们本来能第二的 Tina。不，早就知道我在那里了。唉，我、哦、回来了一个了，一个了，谁一样总重量吗？可以啊，青菜，地图哪一个？他是个新手。如果你要的话，就是西海岸。他可以在原地钓。对，那个小鱼比较多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而且他在原地钓鱼不一定是小的。嗯，那时候我们大老远跑去深水区钓鱼，通通都是小的。买东西只能在游戏里面买，你也可以出去买啊。你可以买好之后再开房。没有啊，你就写，不、哦、没什么，没多少钱。哦，不然你可以设那个、啊、鱼的数量啊，看谁钓最多鱼啊。好啊，像钓小鱼数那个就有那个优势，容数量之类的。好了，那个地图，然后地图要改，地图还要重。西海岸呢、啊？然后我还没玩过那种暴风圈之类，但好像跟那个吃鸡一样。两回头，那要缩小。对，它会有一个暴风圈，在暴风圈是拉不起鱼竿，你要换个地方钓。没有，你可以直接开始啊。那些不点准备的，你就不要理他。好。没倒数。倒数呢？等一下吧。哎呀，有了。有人偷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偷跑？哎、欸，你注意点哦。为什么你可以偷跑？啊靠！是不是啦，等一下啦。为什么有人要跑那么远？不是比数量吗？比数量不是比重量、喔、哦。比数量哦、喔。哦。我不小心在摊位前面钓鱼啊！我是要买东西啊。想换钓竿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耶、欸。比数量我也要换钓竿了。确定。哦。钓竿，我等一下来看我偷跑是什么。很巴西，就大家还在三二一，你饿的时候就往前跑了。可以啊，我刚饿的时候也可以跑呢。为什么？没有，不是饿，不是饿，他四的时候就已经在挖洞了。我看他四的时候就已经在挖洞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来钓小鱼，小鱼我看到偷跑，钓不拉鱼。
哎，一个钓鱼的不能回去。哇，可是我在原地耶。哇，你还不滚出去？哇，我在原地耶。你们不可以这么快。那我决定要在原地钓鱼。哎、欸，我听得到。谁在收竿那么大声、啊？谁在收竿啊？这么大？我吗？应该不是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。我想说，我钓竿卡住了，我动不了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打一下聊天室。游戏名称。这时候给我钓这么大一条。你换个角度想啊，我还没钓到鱼啊。我也还没有。玩鱼喽！玩鱼喽！有人钓到第二只鱼。哦，天哪，那你不会塞啦？怎么了啦？太快了！叫他不要那么快吃啊！也有人第二只啦。哦、欸 oh, ，no， 哦、oh. ，我是偷跑的。等一下啦，鱼竿好敏感哦。它太敏感了，好难钓哦。你都会提早收竿哦。我钓到了。等一下啦，欸、这太大了。安尼不会晒。安尼不会。等一下啦，它好大只哦。你们看，秀秀都没有钓到鱼，我很可怜。比数量的时候就钓不到鱼，真的。他真的是，我决定我鱼竿不要放那么深了。连哎，就是不用放那么深了。哎呦，差点断，差点断！哦，有有有有。等一下，这只鱼好肥哟、哦！哎呀，来吃饵啊，好吃哎！我的鱼刚刚立起来了。啊！我要调一下。玩鱼，玩鱼。啊、哦！我的鱼要跑出视，我的视野歪了。哎、欸、，Tina， 太多了。钓不到鱼。你们，你等下会断线哦！不要跳太多。不，不要这样。哎、欸，紫色也掉很多、啊。那水鱼会比较大吗？会啊，通常都会比较大、啊。我有鱼了，终于第一条鱼，好感动。我要把开始乱水丢竿。再来我就要钓不到鱼。你已经赢了好吗？你看你钓哪有？你已经钓四只，我才一只、欸，才四只哎，四只哎、欸，才四只。我在家里钓、啊，抱歉，我也四只，我才三只哎、欸，秀秀才一只哎、欸，你们通通不准在这个小圈圈内，走开，我们要被踢出去了。哎、欸，紫色啊。快乐，还有我啊！看别人的鱼，小鱼小鱼，那当你想要钱时，你可以把鱼拿去卖啊！欸、对呢。那我可以把我这只大在第几名？可是不好啊！金在讲金就是比较多，对啊，除非你真的钓很大一条，除非是钓艾琳，钓艾琳就直接拿去卖。艾琳，秀秀第二只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有鱼了。我钓不到了，不要吵了，我才一条啊！他好凶哦，没被凶过、
没有，没有，好像有被大大熊。六只。没有。艾琳哈。艾琳啊。艾琳啊，你不会塞啦。可以啦。紫色，你是不是有五只了？我不知道我几只。看你视窗有几条鱼、啊。六条。五条还是六条？他好像有个鸭子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你们都有鱼？哦，收到干。我才五条而已。不多。伊娜也六条了啦。噔噔噔。没有，我才五条，你不要这样。下一个就马上就六条了。我才五。我要去听歌。艾琳第七条了。艾琳哦，艾琳哦。啊！然后小条，为什么有比目鱼？钓不到。好小哦，0.05，这比重量可以略过好不好？艾琳哦，怎么了吗？你不能回家，你滚出这个圈圈。什么什么？我怎么 Q 我？对，为什么我把 YouTube 关机？对啦，有人收干了。对啦。钓不到了，没关系啊，我刚刚也钓不到，我也钓不到，本身一直钓，都钓小的、啊，厉害哈、哦，拉一网哎，哇塞，秀才强吧，0.05，哇呀，你们玩到我玩比最轻的，我也在想哎。有的比最轻吗？我是没有看过啊。只有那种最重，然后还有比三条鱼最重的三条鱼。之前好像玩过的，以前玩过很多、啊。钓不到鱼，白金一直狂钓。真的，我追上来了。繁星六条了，确定他只有六条吗？他六条啦。我关我的画，我画面就已经看到五条了呢。上面只有一条。我去了，再把鱼拿去卖。小鱼没有价钱啊。啊，好吧。啊，我的鱼嘞？最轻的不掉不就行了？不行，是比鱼的数量啊。还是说，如果有比最轻数量的，最轻重量啊，但是
你只要钓到一条鱼才可以比啊。成功了！我追上来喽！最轻的不要钓就好，哦，看懂意思，还是要比有鱼啊。没有鱼没办法比。就绑一条蚯蚓下去，钓起来是一条蚯蚓，是不是赢了？没中。哇，缇娜钓大鱼耶！可以钓大鱼没用啊！真的都没有鱼来咬饵。钓大鱼没用啊！我没有鱼上钩啊！我要被追上了。繁星一直钓，跟你讲，你要注意钓竿，它会微微动，你就马上抽上来了啦。